万岁去游逛，偶遇二娇娘，貌如天仙呀，万岁眼发光，派人去打听是那杨府的八姑娘。八姑娘，你带怎样？哎呀，哎呀，老丞相，还是你给他说吧。好好好。送我回城吧，这姜太爷说八戒貌美不寻常，他名老朽，国府把妹包啊。劝你女进宫墙，他让我天婆府与你商量，老太君从也不从你做主张，我后兵那宋红红红红忘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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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向皇上要几所彩礼呀、啊？看，我早说过嘛，这养儿盼穷亲，养女盼高门。你看看，不亏人家活一百多呀，人家就是那明白人。哎，老太君，你要办喜事的时候，可别忘了请我吃杯喜酒啊。那是自然。好，万岁。太君上殿面君来了，参见万岁。啊，老太君，国王宣宫之事，你意下如何？怎敢抗旨？好好好啊！八戒长得美，魏王封他为贵人，封他贵人还不算，还要封你居家满门。三岁的顽童戴纱帽，五岁的幼女着风儿的裙，斩殿将军人两个一杯一共国公人来啊，万岁，经常听你唱那柳永下南京、哦、你都从大清朝唱到那大宋朝了，怎么还是这一个调啊？能不能缓缓？嗯，还不谢恩？谢万岁啊，万岁！老臣先问你多要上几所彩礼呀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你只管要来。嘿，老太君，万岁要让你要彩礼，你就找那金银财宝那大件多要几件。你家里要是放着不方便，给我送来，我不嫌弃，不嫌弃。我自然是要多要几件呐、啊。那你就要。万岁。四两银，五两黄了了两钱，七两。
黑烟，八两钱银，火烧龙须三两六，露出的牛毛要三根啊。腰插中大的金刚钻，钱一毛，织毛巾，胸肌下单要八个，雪花晒干要二斤。腰马狼翅膀弓大，蝴蝶翅膀绿罗裙，前大一个梳头巾，底大一个洗脸盆。太君呐，那你要的彩礼这都是啥东西呀、啊？我都没听说过。皇上若是不舍，那就算了。哎。老太君，国王既要选公，定能让你满意。老太君，你只管要来。遵旨。要你。石太君是不是真心要彩礼嫁闺女啊？哦，万岁，那老太君分明是有其圣上啊。老太君，你为何竟要挟世间少有之物呢？臣求万岁，老太君要上几身彩礼，沾沾皇家之光，也是应该的呀。好，一切要来。我看出来了，哼，皇上今个要豁出去了。哎，老太君，皇上让你急需要，你就急需要。遵旨。哎，不是你。
群的人，汪汪洋洋是男人，可玉皇大帝他来儿之兵，和和二仙马罗来打，四大金刚才叫女人，上八贤弟从不不收，金童玉女把灯来念，二十八婿对子马，九千仙女到花园，众八仙我要七个，我当中不如叫吕洞宾啊。老太君，你为何今要写诗笺少有失误？莫非你是违抗圣命不成？臣服不敢。好，泰山不倒，女儿不出嫁，黄河不干，女儿不出门，我女儿在家算过命，八十八岁她才成亲呐。老太君，你要得好礼单，你要得好礼单。哦，万岁，你扶儿过来。哦，哦，好，就依爱卿你速速办来。臣遵旨。刘大人，正搁这药材里哩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哦，我是奉了万岁的旨意，前去秘密行事去呀、啊。哎，你得跟大家讲清楚，你再走啊。好，好，好啊！金殿上走下我刘文静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